我们的口号是纪实录像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纪实录像。主角：橙汁。配角：玉米饼干。友情客串：芝麻叶、酱菜。导演：德里克、宋。动长游感、舞游感、动长游感、行游感。左边100克玉米饼干，价格为23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3美元。右边70克芝麻叶酱菜，1980，1.5升2橙汁6400。